爱美是女人的天性，从小就要培养。但是你敢给你的小孩擦指甲油吗？小孩子从小就会使用妈妈用的指甲油，抹上去，哎呀，擦不下来怎么办？哎，我们现在介绍一款非常好用的水性指甲油给你。说水性是为什么？因为它用水洗洗手就不见了，安全无毒，不需要去光水就能卸除。像这样子，用湿纸巾擦个两下，马上就卸除了。而且这款指甲油最大的特色在哪？哎，不小心划到衣服了，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用水清洗，马上不见。这么好的指甲油，外面卖要3580，现在妈咪拜全馆88折，只要680，还不赶快买？